是这样，红薯包。哎，咱这边哈，咱珍珠里哈，阿哥，这个咱庄明乡哈，这个洪将军哈，咱这个顾兴乡哈，这在条够咱这个水鸭哈，哎，鸭，你好，对，好，哎，必须关注。啊，在场吼，有所有书法敬爱咱新娘弟妇吼，咱的先进乡亲时代，啊，各位大哥大姐，大家大家好。哦。简单个来报告啦吼，他拄啊，永泰先讲来珠啦，红不胜红啦，这是确实啦。我最近有一个切身的经验啦吼，我小朋友六年啦。阿姨平常时，大家知影讲食早餐啦。小朋友喜欢吃什么？麦当劳早餐啦，哦。麦当劳早餐，阿姨因为个又阿呵，小朋友爱吃麦当劳早餐。今天元旦的时候呢，我讲升旗了，背起了麦当劳早餐回去，快乐起来，好价钱。结果一买来是什么？猪肉满福宝啦，哦。我讲哇，猪肉满福宝，我一开心都注意呢。我跟你们讲了，我看猪肉满很好吃啊。这个教练他突然发现说：“哎，那讲进口美国的来猪啦，麦当劳讲是上容易得逞的啊，吼、哦，要比咱伫市场、伫咱的这个路边的摊吼，假冒身份都较容易有来猪啦。所以讲哦，这真正防不胜防，无想到，前几日吼，我就靠我的经验讲想讲。”这猪肉的东西哦，最好是片面啦吼。结果我去买台南，咱台南市真有名吼，伫多伫我厝边吼，有一间台南，人家拢卖鱼面啦，鱼面大家知道无吼？鱼面是咱台南市真有名的小吃吼。啊，这个鱼面我嘛想讲，鱼面鱼浆做的嘛吼，应该是没有猪肉制品啦。这个鱼面我看了，有肉臊呢，吼，肉臊烂底啊，哇，我这真麻烦啦。我咧小心啊，结果这个鱼面内底嘛是猪肉啦，啊，结果搁是加工制品啦。所以讲，你若无像了解啊，讲去市场，你真正看一只台湾猪肉，防不胜防哦。所以，即届这个公道啦，为什么就是拜托大家就来猪啦？大家前阵啊，有一个。为着宣传讲来猪对咱人体伤害啦，有一个有名的医生叫做苏伟硕啦吼。前阵啊，伊这个人，伊其实是对民进党在野的时阵，伊就靠即卖的干山营养单局，靠即卖的干部田秋瑾啊，做伙咧开记者会，讲来客多湾的这个地方吼，对人体伤害真大。所以伊是伫民进党在野的时阵，就开始讲这个话啦。啊，结果伊最近讲同款的，因为伊的讲的是真有理论的根据啦。伊讲莱克多巴对敏感的族群啦，意思就是讲咱老大人啦，啊是咱有新的哺乳啦，啊是讲小朋友啦，尤其是婴儿啦，咱成年人哦，假规章。可会使忍耐啦，但是对敏感的族群啦、食一冬啦，就会发生问题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伫生活内底防不胜防这款代志，啊，所以苏伟说讲敏感族群啦、一定有啥物啊标示，因为敏感族群食到这非常食烂。啊，但是伊五年前讲同款的话，民进党讲这东西。哦，这个好兄弟好人，啊，即摆继续讲，民进党讲你哦是散播谣言啦、啊，要甲你送剪掉侦办，啊，所以迄届伊来苏华即摆嘛是兼中华金管协会的理事长，所以迄届伊来阮金管协会，阮投诉啦，阮回去监察院的国家金管委员会讲，伊即摆政府。迫害他，打压他的言论自由。啊，结果我台飞去，大家知影，即马民进党已经动作停止啦，所以伊来找我金管协会，即马支持的人，除了咱国民党以外，
就是以前一挂，让民进党已经踢出来，即个老党外啊，像林正杰啊、习近平啊，即个人啊，即个人有良心，所以因支持苏伟硕继续讲啊。民进党讲起来，为什么人五年前你甲当作讲伊讲的拢好人不对？啊，即马你就讲即个人散布谣言，打压他言论自由，要甲查水表啊！所以大家甲大家即个申请报告。民进党这个查水表是非常的厉害，哦，非常的厉害。你看，咱杨世良署长，我以前听正义的同事，伊甲咱讲，这个医院的北桃园病医院的医生啦，他这个护士啦，这无够精神啦，哦，那是按照严格的 SOP 啦，这应该是一定要对这两个人做处理。伊讲了。事后证明啦，敢无明，敢无影哦。无防治好势，即马桃园医院啦，已经四个人得着啊。啊，而且五个佫加一个护士呢，哦，五个。啊，佮迄个护士，伊家己个厝内人啦，即马嘛可能染疫。啊，杨市长讲安尼闹啥物叫？事后看起来完全正确。啊，但是，民进党政府发动所有个宣传机器啦，在佮修理啦。哦，那个修理啊，陈时中甲你讲，大家拢袂使讲啥物病哦。虽然大家拢知影，哦，拢知影系啥物病，陈时中拢袂使，大家拢袂使讲。啊，但是甲你讲了闹到去哦，较把劲咧，哦，所以大家就会当发现讲哦，民进党即马用所有国家的力量啦，就是要甲民间的声音啦，要甲反对党的声音啦，要甲压落去啦。所以伫咱家己手内啊。会当利用的武器啦，就是咱家己发动民意吼，来把这个公道的代志吼，来去做好势啦。啊，大家对这个公道虽然谈到了解些困难，大家爱有信心啦，因为大家看罢免够困难，罢免嘛足困难啦。但是罢免大家看，即马民间有这个声音，有这个力量啦，会当甲支持来主啦。会当把这个王浩伟啦，甲罢免掉啦，后一个高雄的黄杰啦，哦，过来，大家来针对台北市几个支持来做的立法委员啦，要甲发动啦。所以大家看讲罢免足困难，但是有成功，这表示讲咱民间这个决策、这个力量已经有力量。